我送你上去吧。送我干嘛？我会自己家，还会迷路啊。我怕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我可以第一时间帮忙。你希望我出什么事儿呢？我没有别的意思。你确定你一个人可以吗？确定。就算这次黑红是长命做的，甚至是你的常规操作，但是粉丝是绝对不知情的。他们当中的疯子依然是疯子，不会因为背后的故事而改变。 哭就哭呗，我说我没哭。行行，你没哭，我看电梯在26楼停了一下，我就上来看看。<笑><笑> 别哭了，没事。你是不是爱上杨梦归了？我到家了。 刚刚谢谢你啊，就是没事儿，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，我能理解。你晚上一个人真的行吗？要不我还是进去，在你沙发上对付一晚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这里有防盗门，早点回去休息。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 白眼狼。